当时啊，世尊呢，是因为方便众生有 不同的根器种性，所以有立五乘之道，都是因为有要运载他们的这种悲怨。那如果每一个个别的众生呢，在修行里面呢，对于所有的一切缘境，六根对六尘会起缘境嘛？这个缘境啊，跟自己的意识心，如果能够从中超脱出来，那么这上面从自己绑死的决定种性，决定种性可能是所谓自己凡夫种性啊，一禅提啊，或凡夫啊，完全没有要向佛道前进，没有要发现自己清净自信的这个点，从这个点呢，明白了，原来佛要告诉我的这个讯息是我本有的。如果你从决定的种性放掉了那个坚持啊，坚固的无明的自以为是，然后就转到一个清净的决定种性，也就是看到原来我有这个，那么这样子的众生是很少的，是很粒粒根器。从种性原来一点讯息就没有，然后直接跳到我要成佛，这个中间呢，其实它原来的决定种性也是叫不定种性。我们今天要讲回小向大的时候，就是在讲这个种性的转换。那这上面都是透过生命极大极大的冲突跟冲击而有的。有的人尽其一生呢，在自我以为的思想里，自己以为的智能上面过自己的日子，但是可能生命有一个很奇特的机缘，让他去发现我是无明的，有无可奈何的那种无形的力量，是我从来没探索的，于是翻掉了他原来自己以为的那种想法，一反常态的要进入修行里面去探索佛要说的东西是什么。而那个强大的意愿是从原来的这一块直跳这一块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所以那个冲击一定是很大，它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灾厄，突如其来的那种疾病，甚至于死亡，让他惊觉。但这个惊觉是让他从凡夫的种性要转向成佛，转向这个方向，中间还会再进入不定呢，因为是隔音之谜，我们都有隔音之谜。所以当你有这个概念，你就放了一个种子。可是修行的路，当你回归了看自己要走的路，很艰辛啊，要过关斩将啊，上面啊，过去的习气使然啊，那个意识太坚固了，而对于六根对六尘的情境啊，缘境不容易从中抽拔，所以之后就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不定种性。那个不定种性就是看到现实，所以学佛里面它会有一个空泛的理想式的跳场，那个跳场啊，听了好发喜，想要如佛那么做，甚至于有的人呢，当下之间呢，一切都放下，我要跟佛去了。就像当时啊，世尊座下的弟子一样，见世尊呢能说出他所没听过的真理，看到世尊的32相80种好，
看到世尊的自在解脱，于是所有的王位不要了，五欲的东西切割了，我要跟着世尊去了。去了之后发现过去的点点滴滴在拉着你，看到自己还是回归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来修吧，不可能马上如佛。于是又开始走出世间的学习，而在世间跟出世间两边呢，很是折磨跟拉拔。这种折磨跟拉拔要走好久好久好久，直到一分的体证一分的证明，一分的体证一分的证明，就又看到十分的我执跟十分的无明。他不是看到一分之后就好像少了，因为你原来没发现，而当你发现一分的体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以前以为自己的问题就这么一点点，当你有一分体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的问题是如须弥山，不是只有一点点。业力习气自我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个时候越是有体悟的人，一方面是法喜，一方面是真的去看到烦恼是什么，超越生死，要远证涅槃，这远证涅槃啊，这上面啊，看到自己变善恶里面啊，会有生成，就是起落，希望自己能够出世，但这上面又想要圆满该圆满的事，所以开始就理而舍事，而这个就这个理之后，发现放不下，理不清那个东西啊，那个理的东西啊，刚开始获得的时候很真实，可是实际生命里面的瓶颈现况，让你那个理啊只能存在暂时的意识中，因为事还是要完成，是能够完成几分，你是要怎么圆融，事中又如何平静，修行的路就是在这个冲突中，在这个里面去磨练走出来的。众生都有病嘛，简单的说两种病，一个叫六道凡夫病，一个叫出世圣人，它里面的困难的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。凡夫的病就是见思惑，一看到什么就有意见，就有想法，思维有自己的知见建构起来的东西，都是有漏之业。所以这个时候世尊要讲要观察六道的凡夫，他的药就是要怎么样正真断惑，就是我要体证那个真如清净，而能够真实的永断这些见思惑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要修行的时候又根据个人所处的环境，恶告诉你如何转善，在善又告诉你如何不思善不思恶，所有该圆满的世间的所有一切告诉你，你完全撇开你活不好过不好的那是虚幻的，但是你要学着放下，你暂时的不碰它可以。所以世尊呢，随机随这个不同给他办法，该远离的你可以远离，但是告诉你这远离是暂时的，终究你要回去圆满面对它。
所以这个时候先切割掉六道凡夫的病，先切割掉，让你的心只看到那个清净，不要留，放空。上次不是要讲吗？凡夫跟圣者之间的差异，凡夫在有嘛，出凡入圣就是证空嘛，所以你要由这个地方去看到空，去放下。所以呢，要正真断惑，凡夫的病就是这样。接下来，好，你证这个真清净的真如，看到清净的佛性哦，原来是毕竟空了，这个就出世圣人了，出世了，出世间了。出世间之后啊，还是有分的了，有次第啊。我看到真，我不能出假；看到空，不能出假。啊，在这里面呢，有很多很多的生死变化。原来是断生，分断生死，现在是变异生死。啊，这个变异生死里面呢，法执不亡，还有法执的。所以看到三界实有啊，如火灾啊，生死很恐怖。这个时候，世尊就根据这些出世的圣人，在依他的种性，讲到声闻、缘觉跟菩萨，这在上次有介绍。在这个过程，又是好长好长一段路。世尊说啊，小乘种性要八万劫才能够回小向大，因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是每个人原来自己阿赖耶识，也就是我们累生累劫里面呢、聚集的那个种子在决定的。在过去凡夫的时候，什么事都为自己嘛，自私的角度多，所有都是为了自我保护，所以那些东西是载着的。你在怎么出发点都是会去考量到自己，那这个要慢慢去转。所以世尊在讲，好，哎，你正真断惑，断见思惑，哎，你现在自由了，你现在自由了，开始跟你讲，你要回小向大，你要真的圆满他，要发菩提心啊，要行普贤行啊。把你原来的种性再转了，才能成佛。世尊告诉大家他的路是怎么走的，他在世间是怎么运作的，他是如何修行的。所以开始凡夫呢，从染转净，但这个净其实也是执着的净，不是真的毕竟空的境。所以这个时候在自己的理事当中不能圆融，世尊还要再强调毕竟空，所以就教这些修行人检核自己的心，告诉他圆顿的法要，要让他一念心空，而且能够圆满所有，这个才是成佛，才能成正等正觉，而不是只是偏空，是真的要如佛一样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些出世的圣人听到之后，总会再去检核他自己，我在什么样的状态？这个都不是别人可以替代的。我们上次有说，同学，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吗？有的人呢，譬如世尊呢，就告诉大家要发菩提心，大家也觉得我有啊，我有发菩提心啊，我有意愿。可是真的在执行的时候，就是会有一些挫败，有一些不
不足的地方，有一些波澜翻滚的。那这些情形都是修行里面正常的，这个都是正常。如果一下就可以忙跳过去，那成佛不是就像吃口稀饭、喝口水一样的简单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他讲要立三大阿僧祇劫，这里面太多太多自己里面的变化。那我们在讲说决定种性，决定意思就是一定不变。你决定那个一禅体凡夫也是一种决定，你决定我要成佛也是一种决定，中间一定会有经过转折不定。那这个要成佛岂是用嘴巴说的，要修行岂是以为的以为，它都不是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。那断然不改变这个决定性，世尊叫阿难，阿难是他的侍者，是他的弟子。世尊叫阿难有两个方向，有两个决定，你必须很明白。我们也一样，现在这世尊的佛法，我们要如同阿难一样。他说第一要审因心果觉，审因心果觉这一同，另外一个审烦恼根本之生起，这两个你要看得明白。审因心果觉，这是你要知道众生本具的因心，也就是如来所证的果觉，它同一件事。如来所证的果觉即是众生本具的因心，如来看得很明白。我们众生呢，在所有里面都能觉，只是觉之后定义错误嘛，你用意识去定义它，所以那些知见就叫颠倒见。而那些知见的错误会处罚你自己，因为你觉着错误，它是错误的，就会一直挂在那里放不下，因为里面有沾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跟你自我以为跟你有关的，它不是实相。所以如来要我们看到啊，众生的这个觉性跟他成就成佛的这个果的这个觉性是一样的，只是你觉错。而众生在凡夫里面要懂这一点，你就好进修了，你就好进修。你现在很简单，只要看到你心中没有办法清朗，你有某种东西，那你就要审查自己，我的觉性这个因呢，因地的这个心，事实上就是世尊成就佛果的觉性还是一样的，这个决定意你要决定好弄明白。第二个，当我看到我这个内心的所有东西的存在的时候，我要去审查我烦恼的根本是从哪里来的。阿难不知道，世尊跟他说，因为你无名中起惑造了业，决定了你的想法之见，所以你的随你所作业妄受生死，没有解脱。所以佛叫阿难，你要如何审观详察，决定你这个烦恼体性跟你所做的业所受的一切报
虚幻不实，这是虚幻不实。烦恼的这些东西，它的体性是空的，它是无明中创造出来的东西。世尊说啊，阿难，你如果能够穷此颠倒的根本，颠倒之源，则正行成立。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你的心呢，就自然不落在那个虚幻的烦恼体性中，无上涅槃决定可证，这是一个大总纲。那世尊呢，告诉弟子们呢，出凡入圣，证得空性。上次有讲声闻，主要是四谛嘛，苦集灭道。那这声闻呢，安住在我听闻世尊的话，我慢慢的修行，照这步骤走。声闻又分两种，一种叫语法，一种是不语法，愚笨的愚。语法，我今生就照世尊走这样嘛，我证得清安自在，涅槃嘛，所以不能够回想向大的声闻。另外一种不语法，就是自己了解观察世尊，听世尊所说的立三大阿僧祇劫的完成，自己能够回小向大的这种大声闻。这个大声闻呢，就开始回小向大，走向成佛的路。成佛一定需要断人法二执，证人法二空，要究竟成就佛果，必须断尽，必须断尽人法二空。那过程呢？我们都是从凡夫出发的，难免厌，就是会有厌离、讨厌、厌人，然后有法执，会不会这样？有些时候会讨厌自己的我执，然后住在自己的法执，这都是正常的，这都是过程，但不是最后的答案。这个时候世尊当然要苦口婆心的说了，但是世尊有提出涅槃之说，所以你能看到我执、人我执，你把人我执这个调伏了，可以证入涅槃。可是这个涅槃叫偏真涅槃，它不是毕竟涅槃。这个是自力，不能够修学佛的一切智，因为只能有一种想要的境界。他没有心断于法执，这个法执障碍，有这个法执，所以你坚持的要自己抵挡这些世俗的东西，是可以入涅槃，没有错。但是这个涅槃并不是与佛一样的毕竟涅槃。那世尊呢，还是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了，上一次也强调了。那这些弟子们呢，在经论里面，有时候就看到世尊说大乘教，自己心入咯，心是入了。有时候就看到世尊啊，为这些初学根基者，说如何撇清自己生命的这些杂碎的东西，说小乘法。这个时候也觉得这个比较安然了，不用那么辛苦。所以大小啊，在这里面呢都有。真正差异在哪里？会不会成佛？
在承担了。因为听大家都是一样听的，你抉择了你想要的方式嘛，你整理了你生命里面烦恼的这些相状，差异是在承担。那这小乘的人就认为啊，那个是啊，暂时你的事啦，啊，这不是我的工作。所以心有大的理想，行却大不出来。这上面又要拉拔拉拔很久耶，对不对？压榨要马上放掉自己去承受这些也不容易了。所以菩萨为什么那么多地？差异就是这个啦，差异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承担跟那个执行力。所以从性起修，于是里面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体会。这里面呢，修行世尊说啊，要当菩萨就是觉有情。这里面呢，要觉有情，它有三种层次之定义。第一叫自利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觉是分证，是一点点一点点去证明的，因为尚有情事，所以是分分证啊，是不是有情事？菩萨，你以为你转了种性之后你就没情事啊？你是局部。所以呢，觉虽分证，尚有情事故。觉有情，第一自利，第二利他，就是要觉彼有情，觉其他的有情，令他同己故，让别人跟我一样。那第三个定义叫两利，上求大觉，下患有情。上求大觉，下化有情的众生。所以从分证有情事，承担在利他，在所有的一些矛盾跟冲突里面，把那个情事给洗掉了。所以菩萨有位阶啊，力为所修，行因无量，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的走。菩萨实性，实性是做什么用的？实性为全根力而植佛种，你要清净性啊，你要清净性啊。十住位是做什么用的？十住生佛家而成佛子，因为你进了嘛，你住佛法的指导原则里面，你愿意嘛，这个都是三贤位里面开始而已呢。贤还不是叫圣呢。十行位是做什么用的？广六度而行佛事，是学着做。十回向是回佛事而向佛心，回我所做的空花水月佛事，回向要成就佛心呢、啊，正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什么是你的？什么是自己的？十回向，十地菩萨呢？登地了，弃真如而复涅槃，弃入真如，而所谓你原来住小乘的那些涅槃，不再
不再有那个概念了，才是真的。它是真的具象大般涅槃，等觉其佛迹而破身相，平等的觉悟，等觉就跟佛一样啊，叫破有生有灭的身相，所有一切都可以觉，所有一切都必须做，所有一切都可以体悟，所有一切都无是非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个别，也不是所谓什么的什么的，是语言文字跟想法，不过是意思而已啊。所以缘起无碍啊，体悟是过程，一修一切修啊，一证一切证，每个点点滴滴都是在修跟那证的，可修可证。所以叫回归啊，回归在经论里面有讲啊，知理由顿悟，你知道理啊，理可顿悟啊，可是这个产生狂慧很恐怖啊，悟后啊，其实分很多阶级跟差别，你不要怕你现在修的会不见，如果啊我们人呢、啊，这举例的啊，我们人呢、啊，就是所有的执着啊，我执法执，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。当你悟的时候，就是爆炸，就把这个我执法执爆炸。可是你这个爆炸呢，没有化为空啊，而是。炸之后还有碎碎的小碎片，一炸就变得有范围的，有落点的。你不是变一切处燃烧完成，完全燃烧，化成无穷无尽的能量。这个时候你爆炸，好，爆到这里，你的能力体悟就在这个范围，你还要小爆很多次啊。他把你每块碎块里面，原来你爆的这么多，你以为那个爆炸的当时，你以为哎呀，我了解了，如佛一般，嘿，自己的骗自己。之后啊，再一点点执着，一点点起心动念，哎，原来我还有一小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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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小块都得再爆，每一小块都得再爆，爆到所有没有留下痕迹。变一切处，所以看到自己是重要的。理的顿悟，有时候是有狂慧的。悟后啊，知事必渐修，要悟后起修。悟后起修就是什么？我们开始凡夫就是在期待那个爆点空啊，悟后起修就是每一块小小的碎片你发现了原来还有爆掉吧，所以回小向大，从我们有阶级性的人天成，从有到空，从所谓自己处理自己的体证自己的清安，这个地方再愿意回小向大，到毕竟成佛，这个过程叫回小向大，对不对？自始至终都最后要如佛，所以五乘教啊，大小虽异，终必归元，最后都会圆满的。如果没有愿力，
这当然菩萨跟声闻缘觉差异在愿力，有讲过吗？有承担就是有意愿，这个愿力如果没有宏愿，你没有行愿，不能持久。有愿难行，能行，尽未来际度脱群生。而在每一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，为正乃知，自己慢慢体会就知道。其实大家一起学佛多年啊，只要问一个问题就知道你自己要决定你什么样的心态，就是我们是在因还是在果。以成佛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在因还在果？我们在因，对不对？以业果的角度，我们在因还在果？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因也有果？是不是？所以对于成就佛道这一块，你决定了吗？刚刚的三决定你决定了吗？这个很标准的答案呢、啊，你一定得决定啊！你决定了吗？有的人是不敢决定，是吗？我们先不要管敢不敢，你到底有想吗？我已经放软了呢，你有没有想啊？然后决定了吗？想决定，连接起来，不敢决定，一定得决定。那个决定，那个决定发射出来的力道，就不会退转，就不会退转了。曾经都会有最痛苦的时候，都会有最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。我们众生会选择放弃自己，我不要了，还是会选择这就是我的路，我现在走的就是佛你走的路。你就放弃不自己跟我不要了，其实就是有我嘛。如果你说我就在走世尊你走的路，这个我已经不重要，而是要如佛，那就是一个决定心态，对不对？当你最无助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？没有学佛的人都叫娘了，有学佛的人就念佛了，是不是？有学佛的，你是念佛拜佛还是叫娘叫爹娘？如果你还是只是叫爹娘，那终究不会完成的。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回向，回小向大，就是回因向果。我所做的就是决定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回小向大，我明明看到我自己小鼻子小眼睛的小心肝的嘛，所以我应该是可以的嘛，我应该如此嘛。回己向他，把这个自己的所有一切体悟希望众生共享。没有走过走到如我这般的过来吧，我告诉你已经超越可以指点我的，我学习吧，都是为了共成佛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这修行篇就讲到这里了，回小向大在于你的决定。
其实就是在于你的决定性。那你说我的种性啊，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又会退缩回来。如果你的心回小向大，你暂时的退缩回来，那是暂时的啦。杀刚鬼你就又回去啊，你就是会回归本位啊。你就是还会在那条路上继续走。那等于说你现在难过难过，你起来靠靠的，这样而已啦。你就站在那里哭一哭，嚎啕大哭哦，怎么样怎么样啊。甚至于心中讲我不要啊。可是你还是会在这条路继续前进。你只是更有经验，你只看得更明白，你只更广，你更能包容看到众生。然后你会看到自己受伤了。这都是一定的啦，那就是爆炸，有没有爆炸不知道啦，有爆炸之后的碎片嘛。那如果现在的这个很粗重的这些执着啊，这些啊都知道啊，很粗重的，就知道自己第一个关卡都还没过。那第一个关卡还没过，当然要谈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就难了。所以在所有的有去看到空，在空重新出发，成就妙有。这里面啊，空有就不二了，空也就是妙有，妙有中它不执着，也就是毕竟空的道理。